今天要分享的俚俗语叫做“一样生，百样死”。哈，大概拢是母亲十月怀胎，迄是一个形容词啦。当然嘛是有早产儿哈，七个月啊、八个月都拢出世的，这嘛是有。但形容词就是讲，差不多母亲都爱十个月怀胎，甲咱生落来，啊，咱同款拢是妈妈生落来，啊，这叫做一样生。但是呢，伫个人生过程当中，咱讲观察得死无得老，哈。所以无一定讲，咱就会当善终。有可能你会碰到天灾人祸，还是任何的意外哦。啊，咱若无呢，讲较有福报的，就是到尾啊，哦，善终离亡。所以这就是百样死。但是人生的过程当中，无论是长或者是短，咱都要好好的把握当下，做一挂利益众生的事情。